洪恩老公张丹峰早前就被爆有婚外情，疑似同经理人不仍有暧昧。洪恩仲曾经嬲到 delete 晒微博上面同老公嘅合照添。不过之后张丹峰就发声明强调冇出轨，似乎洪恩就已经原谅咗老公啦。今年嘅父亲节，仔仔张浩廉就喺微博铺咗张一家四口嘅全家福，仲留言话呢个系佢同爸爸嘅独家记忆。原来浩廉日前就在澳门演出，洪恩就同老公女女现身支持，网民见到一家四口咁幸福，都有纷纷留言祝福啊。